荣耀9如何做到好评率 98%， 还让荣耀10成了网红机型。手机也有网红，别让某果限制了你的想象。随着国产实力加强，智能手机不断革新，去年荣耀推出荣耀9这一重磅美学旗舰产品，发布28天成就全球出货量超100万台的不俗成绩，成荣耀最快超100万台出货量的荣耀手机，成绩震惊全球智能手机行业。今日上午，荣耀9在传佳绩，荣耀官方微博 APP 荣耀手机在微博上正式公布荣耀9成京东唯一评价百万在售机型，并为全新热售机型荣耀10打 Core。 据悉，荣耀9在京东平台好评达 98%， 用户评论过百万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荣耀9的升级换代机型，4月19日全新发布的荣耀10市场热度更是持续高涨。另据报道，荣耀实力压众多旗舰机型，荣登京东手机最新一周销量榜冠军。地标表最强最漂亮的手机，你值得拥有更好的，选择是对的，颜值担当，反应很快， AI 像素特别强大，还是用的最新麒麟970处理器，体验不错，拍照真的是棒， AI 用起来确实舒服。大量用户纷纷对会变色更潮美的荣耀10表示赞许。全新发布的荣耀10继承荣耀9的潮流基因，更融合当下年轻人对潮流美学的全新理解，再一次绑定个性与潮流。除采用变色极光镀膜工艺外，在业内推出幻影蓝、幻影紫、幻影灰、海鸥灰变彩极光色，为用户带来差异化的炫酷潮流体验。与此同时，荣耀10更在消费者重度应用 AI 摄影领域全面进阶，2400万x1600万高清双摄，基于麒麟970强大 AI 算力，带来超过500种场景识别、图像语义分割、3D 人像光效等创新功能，实现底层技术到应用体验的全面覆盖，带来革命性的手机摄影体验。面对这样集高颜值、高性能、高性价比于一身的荣耀10，有木有一种老板给我来两打的冲动？5月8日，即本周二，荣耀10下一轮开售将火速来袭。届时，用户可登录华为商城、京东、天猫荣耀官方旗舰店等各大电商平台进行选购。